爆新聞嘅時間，9月8日啊，今日咧就梗係想講一講啦，劉定堅先生啦嚇。咁因為喺9月7日咧朝早嘅時候，咁其實咧最近都好忙嚇，因為個女同個仔都開學嚇，咁啊個女就係啱啱升上呢個 N 班啊，咁所以咧就要陪翻學嚇，陪翻學之餘咧仲要陪足嘅嚇，咁所以咧放學之後咧湊佢翻嚟啊，咁啊跟住咧又要搞佢啦，咁所以咧其實咧啲時間咧就仲衰過暑假嚇，咁雖然咧即係個仔就呢個小學啦開學啦，咁啊都佢可以個時間係長啲噶啦，咁啊即係4:00多到咁先至翻嚟屋企咁樣，咁啊都需要係始終要照顧個女咁啊，所以咧嗰啲時間咧都係仲未穩定，咁啊變相可能9月中咧，咁9月中咧就即係 N 班啊，咁佢哋開始能夠真係適應嗰個嘅翻學生活咧，咁就會好多難咁樣。咁啊9月7日咧嚇，一打開呢一個嘅 Facebook 分社，哇！真係犀利，洗版啊嚇！尤其是呢個河馬，即係河伯同河太關注組洗版式喺度係咁講呢一個嘅劉定堅喎啊！我心諗發生咩事啊？咁啊，跟住然之後一路碌落睇一睇，咦唔對路喎、啊，係嘛？點解有啲人又話撐堅哥，有啲人又點解有啲人又話退訂奸人堅係嘛？咁啊，跟住然之後有啲人就話唔係啊，撐下水啊咁樣。哇！我頭都拗爆喎，究竟撐邊？究竟係撐定係退訂啊？咁樣好啦，咁跟住咧。慢慢咁，我一路碌睇清楚啲，跟住然之後，同時咧都有啲咧有網友啦，有老友啦，咁都 send 啲信息過嚟，咁啊 OK， 我終於咧就即係成個 picture 咧我就清晰啦咁樣。咁原來咧就係劉定堅咧就今次就出咗事，咁就係因為咧喺處理呢一個所謂嘅霸氣哥事件上邊，咁咧即係阿霸氣哥嘅封煙事件上邊，咁咧就令到咧就係啲人咧就係矛頭就指向咗劉定堅啊，就話佢作古仔咧就作到離曬譜咁樣啊，咁啊講吹水吹到話呢個咩？啊！霸氣哥咧就要嚇，即係避走一段時間，咁啊，因為國安嚇。咁所以咧，劉定堅咧就強調，因為佢嘅分析係河馬事件已經牽涉到國安啦，所以依家咧乜 Q 都關國安事，係嘛？乜 Q 都關國安事。嗱，劉定堅咧係非常之去堅持佢自己呢個睇法嘅嚇，佢呢個分析點解咧？啊，我下一條片同大家講，因為咧咁啊。既然阿堅哥咁中意分析啊嘛，係咪先？咁我又同大家分析一下佢嘅分析到底係點樣嚇。OK， 先講咗先啦嚇。呢條片咧，咁啊好着重地咧，就係去講咧劉定堅先生點解空姐 2.0 嚇，點解空姐化咗？我記得群組嗰度我都立過下眼啊，有一個觀眾，有一個嘅網友啦嚇，我好多謝佢。咁佢提到就係話，喂2個月前啦，焦點 TV 咧，咁啊已經有講過噶咯噃，係嘛？就話劉定堅咧已經係空姐化咁樣。嗱，我老實講句，即係我就唔似某啲人咧嚇，中意認屎認屁嘅。咁但係的的確確，喂2個月前已經同大家講咗噶啦嚇。咁啊，呢、這個唔係因為我叻，唔係因為咧我識天眼通嚇，唔係因為我咧神算子，而係我話俾你聽，呢、這個根本就係一個超級簡單、極之低能嘅邏輯分析。就係、是、大家想象一下，空姐化點解係一個問題，而點解會形成空姐化？形成空姐化之後，會有一啲乜嘢嘅問題發生？好簡單，空姐做緊乜嘢？我想問下大家。佢做緊嘅嘢就係佢日日不停用10多個鐘不停去拍片，不停做直播，係嘛？大家都知道拍片做直播，某程度上叻極嘅人，佢就算口若懸河都好，佢都要諗一諗佢先講得出嚟，係嘛？咁即係換言之，佢拍嘅片或者佢做嘅直播，如果係1.5小時好、9個字好、1小時好，佢都需要時間去準備。試問？如果假設空姐，佢日日佢用10多個鐘不停直播又直播，不停直播又直播，佢哪有時間去做其他嘢呢？所以咪大家好似例如阿水咁樣啊，阿無良軍師食面又會直播埋啊，嚇捽腳趾又直播埋啊，去廁所又直播埋啊，同樣地都係一樣嘢，但係無良軍師嗰個情況係另一種啊，嚇嗰個情況係另一種啊。空姐佢做緊嗰樣嘢，正正就係咁樣。一日用10多個鐘不停直播又直播，講嚟講去都係嗰啲嘢。好啦，換咗有一個問題發生就係、是，既然佢係做緊直播，咁佢有冇時間去準備佢講嘅嘢啊？
其實係冇嘅，其實係冇嘅，仲要係佢咁大量嘅時候，試問佢點樣會將一啲嘅 topic 係 read 得深入啲咧？係咪？所以往往到最後就係得出一個情況，係兩個情況。第一個情況就係佢自己想像咗嗰件事情會點樣去發展，然之後講出嚟嚇。咁某個程度上咧，喺某一啲嘅 topic 咧就好好做嘅。啊，例如好似黃青霞呢啲，或者河馬呢啲，坦白講句，其實你唔需要點樣 read 得好深入咧，你都可以繼續講嘅，即係認真講句，係嘛？咁全世界都係咁懟緊佢噶啦，係咪先？咁你只要你唔係好似阿空姐咁樣，佢無啦啦企 Q 咗你阿李隆基嗰邊，咁就乜事都冇嘅，正正常常係嘛？所以佢可以完全唔睇任何嘢。啊，咁啊，純粹按自己所諗嘅嘢、幻想嘅故事、幻想嘅 step by step 啊，一路講落去，所以咪講到300集咯，係咪先？好啦，第二種情況係咩啊？第二種情況就係去參考其他嘅 YouTuber 或者 KOL 嘅標題，然之後再自己幻想入去。嗱，你唔好話呢個做法係乜嘢啊？我可以話俾你聽，有好多嘅坊間有好多嘅 YouTuber。都是这样做的。望得閒望一望啊，五仔啊，無良軍師是用什麼標題啊，咁啊等我呢都望到個標題，我知佢講乜㗎啦，之後我就想像落去啦咁樣。空姐就係兩個情況啊發生咗。劉定堅正正就係同樣地係咁嘅情況啦。你諗下一個即係有啲年紀嘅人啦，咁佢雖然係得閒啫，咁但係佢都要享受生活㗎，啱唔啱先？係咪？所以佢每日嘅工作時間其實都有一個 pattern 嘅，啊，咁佢就每日可能例如用幾個鐘或者十個鐘嚇，咁啊不停喺度講，不停喺度諗。我喺之前拍嘅片我有講過，就係阿劉定堅姜係越老越辣嘅，所以當時我有咁講，我話我認為。佢出事嘅機會率理論上都會比阿空姐低嘅，因為我認為劉定堅的確係有急才嘅，係有一啲嘅嚇聰明喺度嘅，咁所以咧佢知道點樣去處理噶。咁但係個問題係聰明還聰明，客觀嘅條件就係佢不停喺度拍片啊嘛，因為佢要追住個流量啊嘛。嗱，追流量係冇問題嘅，但係個問題就係因為佢要追住個流量，佢每日佢最少啊或者大約啦拍四條片去講河馬喎，係咪係嘛？即係佢點樣拍嗰啲模式咧？我稍後我再拍一條片去分析俾大家聽啦嚇。咁你就知道咧，係何其恐怖啦！嗰個叫亂鳩嚟嘅模式，亂鳩嚟嘅模式係幾咁恐怖嚇。咁啊，所以喂，一日用咗咁多個鐘，不停喺度講嚇，佢有邊有時間去睇其他人嘅嘢，或者關於呢一單新聞嘅嘢啫，係冇啊！所以到最後嗰啲根本就唔叫分析，嗰啲就叫做鳩噏。嗰件事就係咁啦。你見到阿劉定堅先生，佢近呢，我諗呢一個月啦，其實佢成個拍片嗰個模式係分咗幾個層次嘅轉變嘅。由最開初，佢不斷喺度分析阿河馬做雞，阿可白係鹹蟲咁樣係嘛？不斷喺度講河馬係鹹雞、賤雞、淫雞、老雞嚇，乜雞都講齊曬啦係嘛？阿可白咧鹹白、賤種、千王之王、千上千係嘛？呢啲全部佢都講曬啦。分析始終都有最後乾塘嘅一日嘅。好啦，分析完啦係嘛？阿鹹白俾佢講到體無完膚啦，阿河馬又都俾佢講到體無完膚咯喎嚇，做雞俾人輪奸咗3000多萬次啦。好啦。仲有咩講呢？所以跟住咧，第二個 step 啦，Phase Two， 劉定堅先生發明咗一招咧，就係非常之犀利嘅，就係拍片讀留言。我老實講，當我睇到嘅時候，我真係覺得我真係拍咗下手一下，懟咗個手指公出嚟，好嘢！直播讀留言，我覺得就冇乜問題嚇，大家交流緊、互動緊啊嘛，撲你街拍片讀留言呢招係咩玩法呢？咪好多時候咪就係、哇劉 Sir 分析勁啊正啊哇神探見見冇得頂啊喂點啊頂你肺跟住佢不停喺度多謝咁有啲人講到可能某一啲位啊去到就係話喂河馬係點嚇當觀眾都有一啲嘅分析嘅時候咁佢又再炒翻嗰啲嘅一啲嘅所謂嘅睇法咧就去再擺翻落去啦其實呢啲叫咩咧呢啲叫消時間嚇即係老實講句呢啲係叫消費大家人生時間啫。老實講句，其實根本就同著住部機唔講嘢冇乜分別嘅啫。你問我就咁，但係唔緊要，
即係佢發明咗呢一招，我都覺得佢係聰明嘅嚇。好啦，咁但係最近啲，我諗呢兩三個禮拜啦，因為其實老實講句，演算法有推俾我，但係我唔係一定要條條睇噶嘛。即係坦白講句，即係我自己我都唔會即係全世界嘅 YouTube 拍片我都睇啦，係咪？尤其是你話喂河馬事件，我都唔會個個都睇嘅。人一日得24小時，仲要我都係有嘢做嘅添，係咪？咁所以喂。去到第三個層次，佢係點樣呢？你見到佢就用咗一個咧，就係、是、完全係一個港股佬龐伯君嘅形式地去做啦。佢係點樣呢？佢純粹就係去演繹呢單嘢嘅啫。啊，佢純粹就係去演繹。例如河馬啊，點樣去做直播？佢就post 翻啊嗰、那個河馬嘅片出嚟，然之後咧就扮到咧就好似係直播緊咁樣啊，即係好似。阿無良啊、日間啊，佢哋拍片嚇嚇，佢哋做直播，一路咧就喺度嚇，即係喺度回應或者呼應阿河馬，咁一路其實就喺度屌鳩阿河馬咁樣。咁啊呢個我覺得唉都唔正常啦嚇，即係老實講句，為流量一定係咁做啦。老實講係咪先？即係我就好誠實嘅嚇，為流量一定係咁做。咁但係個問題係，有時講得多，如果佢未必追得貼，又或者甚至乎阿劉生有其他嘢做。但係佢又唔想蝕咗水喎，係嘛？唔想流量蝕咗俾人喎，咁佢會點啊？咁佢就會預先拍定多一兩條片嘅，呢個都係好正常嘅。咁預先拍定多一兩條片，講啲咩好呢？啊，咁啊唯有就要用一個好表情豐富嘅做法咧，就去將嗰件事去包裝啦。嚇、啊，尤其是當霸氣哥出現咗，同埋阿河馬敗走中環之後。阿劉定堅先生嗰、那個氣焰係非常之強啊，不停喺度講，不停喺度講，係嘛？更何況有一個位，我覺得係有啲過分嘅，就係佢話佢提到呢一點嗱、啊，坊間有一啲人咧就提到就話劉定堅鼓吹一啲人去圍阿河馬啊，或者咧就係、是、甚至乎咧就係嚇嗨阿河馬啊，同阿可伯嗱呢個老實講句，我飛住嚟聽，我聽唔到，所以我唔評論，但係。我又真係聽到啊，劉定堅佢真係有講過，就係話佢鼓勵一啲人出嚟做 KOL， 然之後啊，佢哋去捉精靈，去追住阿河馬去做直播，咁咧哇掂啊，你咧就爆燈噶啦，呢個收視呢個標數係嘛，佢一定要做呢啲嘢嚇，咁樣呢、这個其實係一個好危險嘅事情。阿霸氣哥佢自己喺阿無良軍師嘅直播入邊，佢都有透露到佢嘅心聲，有啲嘢。你以為係哦？喂，我哋做到好爆，我哋點樣點樣點樣？但係我話俾你聽，係一定有擦槍走火嘅機會，一定有。尤其是你要睇翻對方係咩人啦、啊，一個係可伯，一個係河馬。河馬條頸硬撚到咧，即係我話俾你聽，點踢都唔斷嘅，哐哐聲嘅，係嘛？阿可伯把口咧賤到無倫嘅，即係老實講啊。喂，所以一定係會出事啊！所以當我聽到劉定堅哇你咁樣講嘅時候，咦啊？咁某個程度上，其實佢依家佢吹向緊咩？其實佢係鋪緊路，係變成一個第四步嘅做法啊！第四步嘅做法就係、是、喂，如果當成件事大家一齊喂啊喺度鬧緊啊河馬可伯嘅時候，誒佢哋咪食花生咯，係嘛？好簡單啫嘛，水一定有退潮嘅一日嘅。喂，如果呢陣氣啊熱潮啊過咗走咗嘅時候。冇所謂㗎，劉定堅佢仍然只要繼續就係、是，我繼續咧嚇喺側邊喺度潑線，加油努力，加油努力，點都一定抽到啲水㗎，啱唔啱？嗰件事就係咁，呢、這個咪就係第四步嘅報道河馬嘅手法，係咪？嗰件事就係咁，咁所以喂，呢、這個唔係啲咩神算子，唔係天眼通，唔係啲人有幾叻。係嘛？哇！喂，點解你會點解你會講係嘛？喂，老實講句，小弟兩個月前已經講話劉定堅我公開講我話劉定堅空姐化，空姐 2.0。坦白講，你估我冇壓力㗎係咪先？但係個問題係，而係我係睇死啊嘛，我係睇死呢件事一定會發生啊嘛，因為呢個根本就係一個好正常嘅邏輯思考，係咪？當一個人你完全全神貫注，日日就係用你嘅時間消磨咗喺呢個拍片係嘛呢件事上邊。終歸一定係兩個取向嘅，一定兩個走向嘅。第一個走向就係、是、到最後講到冇嘢好講，所以坦白講句，你可以查翻焦點 FM TV， 有時我講講下我都唔講啦，係咪先？屌嚟嚟去去都係咁樣，你鬧佢嘅係三幅皮，佢話你嘅又係三幅皮，所以老實講句，有時我都覺得，唉，真係。
仲有咩好講咧？我都唔明白，係嘛？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咁最近又嚇、有翻啲熱鬧嘅嘢可以講下啦，係咪先？咁除咗呢個就係話喂，講到冇嘢好講啦，係嘛？咁第二咪就係自己炒車咯，係咪？就係得呢兩個走勢嘅啫嘛，嗰件事咪就係咁樣。咁所以現在啊，今次阿堅哥啊嚇，咪就係完全咪就係自我炒車咯，係嘛？咁但係佢有反駁嘅嚇，九月七號。嘅大概中午嘅時間同埋晚上嘅時間，佢都做咗一個反駁嘅。咁咧嚟緊咧，我就會好想講呢個啦。就係咩咧？就係、是、反駁劉定堅反駁啊！因為我從來都講啦，小弟最憎人哋詭辯啊，咁啊，所以咧我係會有一條片咧就去講呢樣嘢。咁啊，大家密切留意啦嚇。推廣知識共享網絡電視網課網購平台。立即进入焦点网 www.fmtv.hk 会员积分系统推荐会员计划多买多赚全新系统至啱你心水。